让阅读走进生活，让优秀成为习惯。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叔说，小叔陪你一起阅读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人身上的这个地方阴气最重，一定要清理化解。一起来听。人有时很奇怪，假如知道某人有病，即使是亲人也不敢用他用过的碗筷，甚至怕吃到他的剩菜，怕吃到他的一滴唾液、血液、鼻涕。而且和人类共餐常强调公筷母匙，大家都认为这叫讲究卫生。假如亲人肉上长脓包，大多数人也绝对不会去吸他的肉。但是人们却常把那么多不知有没有生病的动物大块大块的尸体放入口中亲吻又嚼食，也把其肉汁放入口中吸，嘴里还说好吃。他完全都没考虑这是否符合自己所讲究的卫生观念，可能是动物比人更干净更健康吧。很多人晚上不敢自己一个人到人体解剖室、太平间、停尸房，也不敢自己一人到殡仪馆冷冻库，说是怕死尸、怕死者的鬼魂在那里聚集出来伤人。但却没想到自己家中的冰箱内死尸更多，而且有的断头，有的断脚。也有很多人不敢晚上自己去坟墓，说是怕闹鬼，但却不知道自己的肚子已经做动物的坟墓、鬼屋很多年了，而且随便随时下葬，没有比这个尸体冷藏库、坟墓、鬼屋更可怕的了吧。事实证明，阴气最重的莫过于人类的肠胃，吃素是福，虽寥寥几字，但字字珠玑，一点不虚。下面是一位医学生的分享，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对于吃肉的看法。当我在外科实习的时候，每一天都要开好几刀，每一次的手术总是会切到病人身体里面的一些组织或者器官，比如说切掉一段胃咯，切掉一节肠子，或者把胆割掉，或者拿掉子宫，或者锯掉一只脚，甚至用电锯把人的头盖骨锯开。医院都会把手术切下来的东西送一些切片去检查，其他的部分没有用就由专人去处理。有一天我从医院的后门要回家，刚好遇到来处理的专人，他带一个大大的塑胶袋，里面都是装一些从人体割下来的东西，胃啦、肠子啦、胆啦。他拿着那个袋子正要走出医院的后门，我们医院后门外面有一摊是卖猪肉的，这位专人提着那个袋子从猪肉摊前面走过去，我看到这一幕忽然间愣住了，因为实在是一模一样啊。假使有人调皮开玩笑，把自己割下来的胃、肠，或者是自己切下来的肾脏也放到那猪肉摊位上，那猪肚、猪肠、种种猪内脏摆在一起，可能您也认不出来，说不定还会买回去吃得津津有味呢。我们读医学院，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要研究人体解剖学，很多同学都自然不敢吃肉，为什么呢？动物的肉和人肉实在太像了，在解剖台解剖尸体下来，再去自助餐店看到肉，无论平常多爱吃肉的人都没胃口，总觉得和台上的人体肌肉、内脏、形状、味道都一模一样。假如我们自己要被开刀割肉，就会害怕的全身发抖，但是吃别的动物被割下来的肉，就说真香、真好吃，不吃不行，不够营养。令我们想起一首诗，莫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设身处地扪心问，谁肯将刀割自身。莫道群生性命微，我们不要认为其他众生的生命都是微不足道、不值得重视的。一般骨肉一般皮，他们的骨肉和皮跟我们一样是会痛的。设身处地扪心问，我们设身处地地交换自己来问问自己，谁肯将刀割自身，有谁肯拿刀割自己的肉给人吃呢？以前有位林世明老师很风趣，他告诉我们说，假如您要劝人吃素，千万别讲你吃的鱼罐头就是个鱼棺材，也别讲你吃的香肠那个肠原是装猪大便的。你要劝人吃素，也别讲汉堡里包的是牛尸体，以免让人起反感，
但其实这些都是事实，不是吗？一、吃素真实的十大好处。一、降低患癌症的风险。素食中含有大量的抗氧化成分、植物营养素和维生素，这些都能帮助素食主义者降低罹患癌症和其他疾病的风险。另一方面，喜欢吃肉的人，尤其是那些喜欢吃肥肉的人，患上癌症的几率则要更高。二、预防二型糖尿病。随着世界范围内肥胖者的增多，二型糖尿病也越来越普遍了。素食中包含多种碳水化合物和纤维，能够帮助身体更有效地分泌胰岛素，从而预防二型糖尿病。三、拥有健康的肌肤。蔬菜中含有大量水分，是抗氧化成分和维生素的丰富来源，这对于时刻拥有更健康的肌肤来说是非常理想的选择。四、不含有或含有少量饱和脂肪。素食的烹饪一般采用植物油来提升食物的风味，这就避免了摄入不健康的饱和脂肪。饱和脂肪会引起各种心脏和心血管疾病。五、避免吃到激素。水果、蔬菜和豆类不会被注射那些影响人体健康的生长激素和其他化学物。六、提升能量。吃素的话，身体就不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消化动物的蛋白质，从而让人精神更充沛，这是吃素带来的额外好处。七、降低血压。素食食谱中的脂肪和钠的含量都较低，有利于降低血压，加速血液循环。八、改善消化。果蔬中含有丰富的纤维，有利于改善消化功能。九、延长寿命。吃素的人身体健康，体内毒素和化学物质较少，从而会比肉食者的寿命更长。有研究显示，素食者的寿命要比肉食者长3到6年。十、减少消费。如果不买肉食的话，素食者可以减少约1/4的食物消费。二、食素的益处。素食让您不经意中常养一份慈悲、仁爱、和平的心，让您无形中产生一种尊重生命、爱护动物的善心。素食让您健康、延年益寿、美貌、喜悦、聪明。素食让您远离尿素、抗生素、激素、荷尔蒙、镇定剂、催生剂、防腐剂等化学剂的侵害，减少患癌症，减轻肾负担。素食有利环保，节约地球资源，减少水污染。素食避免动物毒素从口入，维持人体健康的弱碱性血脂，增强免疫力，低胆固醇，低脂肪。素食提升记忆力，吃素帮助治好糖尿病，激活内在的免疫力，使人变得更有气质，脾气更柔和。素食让您日行一善，无形中达到放生的境界，活得心安理得，增加德行和幸福。三、佛说吃素功德利益。节选自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十恶品》。迦叶菩萨问佛言：世尊，唯愿如来为我解说不饮酒、不食肉者得多少福？佛告迦叶：假使有人以象、马、牛、羊、玻璃、流宝、璎珞、国家、城池、妻子持布施，其功德百千万分，犹亦不如有人能断酒肉功德之一。复假使有人以1,000,000两黄金遍满3,000大千世界持布施，其功德百千万分，犹亦不如有人能断酒肉功德之一。复假使有人以金柱如人身般金身数百持布施，其功德百千万分，犹亦不如有人能断酒肉功德之一。复假使有人造作翻华宝盖，遍满3,000大千世界，其功德1,000,000,000分，犹亦不如有人能断酒肉功德之一。复假使有人造大浮屠宝塔，炎炎相接，如倒麻竹苇，上至梵天，其功德1,000,000,000分，犹亦不如有人能断酒肉功德之一。皆以此功德消除宿现业，增长诸福慧，圆成圣慧根，
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感谢你的观看，愿你福生无量。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一定要记得订阅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